好，再来这首叫做《拾荒地图》，我最近也很少唱。然后，哎，有都有听过吗？大家有吗？好，哇，那就不能介绍了。好啦，我介绍一下好了哈。我怀疑有人没听过。哎，这你有听过吗？好。今天正颖本来是来看表演的啦，然后他刚就是帮我听外面的声音啊，然后那个就是女巫店的那个 PA 老师就说，音控老师就说，哎，正颖还是你来帮忙监控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甜蜜。然后正颖，好，真的可以吗？我想帮他控我。好，那是这样也就不避嫌了。好，拾荒地图。好，谢谢。